这有人背着东西在走，问一下他，我们停一下，停一下。你好，怎么了？你去哪里啊？我回家呀。怎么这么大太阳，你背着小孩了是吧？就是我们家比较远，然后就直车的话太贵了，我刚才带着我大宝，然后坐不了车，坐不了那个摩托车嘛。哦，带着小孩坐不了摩托车是吧？对呀，就后面背个筐，然后还带着大宝，现在大宝被我邻居带走了。哦，你邻居带走了一个孩子，你有几个小孩了？两个。两个呀？大宝一岁多了。哦，那我们送你回去吧，好不好？你们应该不顺路吧？你是哪里的嘛？就在上面。在上面的。嗯，路的话应该还要三个小时左右。哇、哦，还有三个小时，这么远？我们是应该要三个小时吧？我们也是去那山上的。要不上来我送你吧，你这么热的天，你待会儿别中暑了。你那小孩背着好热吗？好吧。但是我怕你们不顺路，你们是住上面的是吧？对，我们要上山去的。行吧。反正就这一条路吧。谢谢啊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嗯，好，谢谢。来，我给你开门吧，等一下。哦，那这个放后面吧。好，我给你放后面。下车的话要多少钱嘛？我们平时包车的话要100块钱，现在我走到一半了嘛，嗯，给你们50块钱行不行？真的？哦，平时你们包车要100块钱是吧？嗯，对。哦，我今天给你们50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哦，你是记录视频的吗？对啊，我一直在拍的。拿着手机骗我，我都感觉有点不习惯，反正。没事没事，就是。好，那谢谢啊。嗯，我就把这个记录下来吧，然后我把它发到网上去，行不行？然后今天车费我就不要了，好不好？可以，但是不要的话可能会有点远，你们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你那开车也不就是20-30分钟吗？应该，嗯，是吧？那谢谢啊，谢谢，真的。嗯，没事的。主要是宝宝太热了，不然的话我可以走路的。平时经常走吗？我老婆在医院治疗，哦，有时候所以经常走路，哦，都习惯了。那今天太热了。那我们走吧，谢谢啊，没有没有没有。你这有点重啊，这是买的什么呀？买的米，还有就是菜呀、啊。米，因为我们家没有。没有菜，我帮你拿进去吧，我帮你拿进去。谢谢啊。那你去看吧。这是你们厨房哈、啊，没事没事，自来水哈、啊，哦，好的好的，好，谢谢啊。可以的，没事没事。啊，那多不好意思啊，你这。没事没事，用不了多长时间了，现在也还早。太麻烦你了，因为你抱着小孩嘛，你怎么弄饭吧？平时都是这样子的。妹妹，你多少岁了呀？二十啊，二十都有两个小孩了。就是出生的比较早嘛，13岁我就出去打工了。怎么没看到你家里的人呢？就我一个人，然后我婆婆的话。嫁给他的时候，你父母他们不愿意，然后就有矛盾，就你哥哥把他打了呀。嗯，对，可能是我们彝族的话，他们不喜欢自己谈恋爱嘛。然后我出名的比较早，一直在外面，然后我就认识了我老公嘛。他们的话现在，然后还一直来就骂我嘛。还来骂你啊？啊，一直逼我，就是叫我回去，把我的小孩放在我婆婆这里。那你老公住院半年，你花了多少钱呢、啊？有10几万了吧，就是在他哥哥家借了，就是贷款10万，然后在别的地方借，总共有10几万了吧。花了10几万了，都借的啊。不是，但舍不舍得花，真的。嗯。我每天都带着小孩干各种活。你每天也在干活啦？对呀、啊，现在我们这里的话，反正在农村的话，你就一年就足够什么的。又带小孩又干活啦？对呀、啊，对我说两个小孩的时候他都不在。是两个小孩的时候他都不在？嗯。哎呀，那你这一个人又带两个小孩又还要干活儿。这个小伙也是生的时候真的就只有我闺蜜在陪着我。你闺
闺蜜陪着你。我婆婆的话年纪大了嘛，现在都快80了。你婆婆都快80了？对，年纪比较大，所以也不认识字嘛。哦，那他平时也帮不上什么忙是吧？嗯，那你确实挺不容易的呀，又要带小孩，又要干活，还要去照顾你老公。主要是现在医院费就是那钱欠了很多，在别人家借了很多。借了很多了。嗯，这两年的话也没有出去打工嘛，没有挣钱。然后现在我小孩也感冒，今天就是带他去输液的。今天带小孩去输液的。嗯。不然的话一般都不会去赶集的，不会去介绍的。要走这么远去给他输液呀？没办法，就两三天了，一直发烧不好就不好嘛。哦，他发烧了。啊，走过来没钱，他都怕了，没有办法走到去。这个小宝宝多大了呀？3个月了，现在。3个月啊？3个月。你老公不是都住院半年了吗？是啊。哦，对对对，哦，还怀孕10个月啊。我已经吃饱了。我自己不执着的话，我现在的话应该过得也挺好。吃了小补之后，我每天就是睡2-3个小时，嗯，怎么唬都唬不好，一直哭到2-3点，真的挺尴尬的，不好意思。没事的，没事的。主要是我老公吧，他早点好就好。他早点好的话，我们可以带宝宝去打工。但是他不好的话，欠钱的那些也还不了，然后惹着老师找你用，真的压力很大。嗯，如果没有欠钱的话，我自己照顾2个小孩真的还可以接受。嗯，还可以接受，但是欠钱，然后那些人老师找你用，真的压力很大。嗯，然后你不还惹着又不好意思，你老师跟惹着说啊没有钱还，真的不好意思，觉得我控制不了，我控制不住。医生也没说你老公多久会好起来是吧？没有，就是一直不清醒。现在还没清醒吗？没有清醒，就是外面的伤疤伤口他都已经好了，给你看一下。嗯，伤口已经外面已经好了是吧？嗯，他做了开颅手术嘛，所以可能是恢复的比较慢吧。他就伤口两边都是做了手术的嘛。哇，真的这么大一个伤口啊。嗯，这个是之前我在医院照顾他的时候拍的。哦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好。哎，这样只有你自己辛苦一点了，但是这个始终会好起来的吧，就你自己要坚持一下，我觉得。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好。然后我爸爸他们还一直来骂我，就是说我怎么样嘛，就是我盯见了家族的脸。嗯，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整个家族，就是说你谈恋爱走的话，就是谈恋爱跟你老公在一起，父母不同意的话，他们会说你这样那样什么什么的嘛。嗯，然后他们说啊不认我什么什么的。嗯，然后之前还经常打我。你爸爸妈妈他要打你啊？嗯，那你确实挺不容易的呀，你在别人眼里都还是一个孩子，其实你已经扛起了一个家庭的所有责任。没有办法，确实眼睛都差点变成被打瞎了。确实，然后到处都是被他们打的血。是你爸爸妈妈打的？嗯，可能是自己的命运吧。从小到大小的时候也是经常在家里面干农活的，但是我现在的话我还要带2个小孩，然后还得干活，还得挣医药费。老公的钱现在也没有办法借了，因为他之前借了太多了，就是没有经济能力的话，人家怕你还不上，他们人家也不愿意借给你。确实，像你这个年龄的话，在城市里面的话，都还是一个孩子的父母眼里，但是在你这里，你承受的太多了，确实不应该是你这个年龄能承受的，我觉得真的很厉害了，你已经。先走了，好吧。嗯，好的。我这边的话，车上也没什么东西，然后我就
刚好身上有500块钱现金，给你们先拿着吧。不用了，真的。没事，你拿着吧，拿着拿着，快拿着。不用了。快拿着，也不多，就500块钱，你留着吧，你给孩子买点东西吧。你说我回来我就给你，没事，你拿着吧，拿着好不好？今天不好意思，你们一说我回来已经非常感谢了，还给我钱，真的。那好吧。好了，我先走了哈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你回去吧回去吧。那你慢慢走啊。啊，好好。啊，好好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我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。洛洛。洛洛哈。哦，好的。那希望你像你的名字一样乐观。好吧，那我就先走了，拜拜。